大家好，这个视频是有关在美国如何寄信。首先，你需要邮票，在以下几个地方你可以买到邮票：邮局、便利店、加油站、超市、海运中心 （Costco）。以及边远地区的邮递员等处，你都可以买到邮票。贴好邮票之后，应该交给什么地方？交给谁呢？首先，你可以去邮局亲自交给前台。或者投寄到蓝色邮筒。也可以交给邮递员。最省事的办法就是把它放进自家的信箱，记得把旗帜升起来，表示有要寄出的信。如果你的信箱没有旗帜，也可以用夹子把信夹在外面。如果你们社区用的是信箱群，一般那样的信箱群会有 outgoing mail slots，你可以把要寄出的信放进那个缝隙里。